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呱呱，欢迎收看《虚无世界》第39期。这期我和菠萝在地狱堡垒里打凋零骷髅，打算让原版凋零和虚无凋零打一架，看看谁厉害。凋零骷髅头的凋率很低的，呱呱，我估计咱们得打很久很久才能凑齐三个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我特意拿了我的幸运三的骷髅剑，并且咱们家里已经有一个了，咱们只要打两个就好了。好吧，我这边有两个，你快来拿你的幸运剑打死。来了，走着，有幸运剑绝对能掉两个头。掉了吗？掉了两倍的煤炭。那有个屁用呀。放心放心，绝对很快能打上的。信了你的邪。你看，有幸运方块，你来开吧。我先垫一下。哎，开出个烂锄头。走了走了，乖乖，你看还是个幸运锄头。我看看我看看，那有啥用，一锄头下去能挖十个胡萝卜吗？我已经有幸运剑了。那咱们继续找骷髅吧，希望你的幸运剑可以帮咱们快速拿到骷髅头。放心放心，这个僵尸助人突然打我，锤死你，我现在可是很烦。不错不错，还掉了把巨剑，虽然对我来说毫无卵用，我就想要凋零骷髅头。这儿又有箱子，我看看有啥宝贝。钻石马铠，拿走拿走。快快，我这边刷到一个，咱们可以回来。不错不错，那咱们走，赶紧回去准备材料吧。再也不相信你的幸运剑了，半天才打了一个。我的幸运剑怎么了？连煤炭都是双倍掉落。行行行，都掉了快一组煤了，才刷到一个头。哎，咱们走着。纳德吉克凋零只能在地狱召唤，为了避免误伤，咱们建个玻璃盒子把他们两个围起来。太棒了，咱们静静看戏就好了。修好了，我要召唤了。赶紧召唤吧，呱呱，观众都等不及了。马上马上。哎，他们两个怎么不打呀？难道是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那有啥意思啊，这两个凋零就这样看着咱们。你看凋零掉血了。不错不错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谁厉害。凋零头飞得好远啊。看到了，他们两个其实就是为了打咱们爆炸伤害炸倒同伴而已。那也说明虚无的纳德吉克凋零厉害，你看原版凋零都快被打死了。确实是，毕竟多了两个头嘛。哎呀哎呀，你们两个打架干嘛伤及到我呀，也中枪，我赶紧跳跃回血。我跳我跳我跳跳跳，乖乖，你看原版凋零要死了。我也要死了。Are you listening？ 难受，我就是看个热闹而已。Damn。 那么这个纳德吉克凋零咱们怎么处理啊？不打了不打了，让他在笼子里待着吧。你快回来吧，我在地狱门口等你。好的，那咱们回家。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啦，喜欢我们节目就点个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菠萝，我要召唤啦。赶紧召唤吧。一个两个三个，哎呦，放错了，第三个放错了，算了，我先召唤纳德吉克凋零，再放第三个。哇，